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家有吹风机吗？借我用一下。等一下。谢谢哈。那个，还有事儿？哎，我就直接问了，既然是受人之托，那总得有个答案吧。我暂时不会离开延禧医院，那就是说你们和好了。但我跟高院长只是医生和院长之间的关系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还是要谢谢你。你能留下来，我很高兴。谢谢。也谢谢你，关局长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对，我借一个吹风机。哦，我买鱼了。今天晚上给你蒸鱼吃，关局长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谢谢你照顾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啊，对，我们两个现在正式恋爱了，所以下次他要是再喝多了，你就联系我吧。那恭喜你们了哈！谢谢。不过以后应该不会再喝醉了，我会牢牢的看住他，不许他再喝酒。确实不能喝这么多了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